姐姐，鸡蛋没得了，鸡蛋卖空，下架，一天量鸡蛋都卖空。嘿，今天那个白米和糙米还卖得快耶。哎，来，粉条。哎，那几回都没买到，那回终于买到了。红薯淀粉，这个是糙米，这个是白米。放里边哈，好，慢走。谢谢各位网友的关心和建议，然后采用了你们的方法，我们张小张书记去找到了一家晒萝卜根的厂家，然后他们来收购了我们那个萝卜了。感谢你们的建议。